是苏维胜，我是苏瑞阳，我是苏瑞安。过年呢、就要说吉祥话。什么是吉祥话？吉祥话是好听又吉祥的话。哦，我知道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对，这是吉祥话。人月进步，这个也不错。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不对，恭喜发财没有红包拿来。哦。新的一年呢，我们的祝福语啊要有一些变化。什么变化？今年是兔年，我们的祝福语里面呢要有兔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突然发财。哎，我也知道。哦，你也知道。学业突飞猛进。哦，突飞猛进。对呀。声音渐进就算了。啊，不错。到你了。我也要说啊。对呀。那好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没有兔啊，你用英语来说就有啦。怎么说？ Happy New Year to everybody。 啊，英语也算啦。当然算了。哎呀，新的一年啊要有新的希望。你们新的一年有什么新希望呢？我希望今年要安安静静。怎么安安静静？就是你不用骂人。我骂人是因为你们顽皮啊。哈，我们可以顽皮，你不能骂人。为什么？我问你，兔子是不是蹦蹦跳跳的？对呀。那我们就可以顽皮呀。哦，兔子蹦蹦跳跳，你们就可以顽皮。对。你们顽皮，我就骂你们。哎，兔年的时候不可以骂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安安静静。为什么兔年就安安静静的？因为兔子是安安静静的。谁说的？我问你，十二生肖龙怎么叫？龙是哇。蛇是马呢？没。羊没。猴牛虎哇，那兔呢？兔啊，兔好像没有声音的。所以你看，兔是里面最安静的。哦，兔子是里面最安静的。对。所以兔年就不可以骂人了。对。哎，要我不骂人可以，你们今年呢就要做乖小孩。说说看，今年你们怎么做乖小孩？我知道了。我吃饱睡。吃饱睡。我知道，我睡饱就吃。睡饱就吃。我吃饱就睡。我睡饱就吃。我吃饱就睡。我睡饱就吃。我吃饱睡。我睡饱睡。啊，停！你们两个，一个吃饱睡，一个睡饱吃，你们是猪啊！这是你要的。胡说八道！我要你们吃饱睡，睡饱吃啊！你是不是每天叫我们早点睡，早点睡？对啊。你是不是每天要叫我们快点吃，快点吃？是啊。所以我就吃饱睡。啊。所以我就睡饱吃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停！所以你们变成猪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是我害的。对呀、哎呦，你们应该用功读书，做好本分事，这才是乖小孩。哎，过年呢有很多传统活动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传统活动啊？好，我知道。哦，拿红包。拿红包是传统活动啊，还有其他的呢？我知道。啊，拿更多红包。哎呦，拿更多红包也不对。好，我也知道。还有什么？拿更多红包。哎呦，就只会拿红包。不是啦。那是什么？还有，哎，比如说吃团圆饭呢？我懂了。啊，吃完团圆饭就拿红包。哎呦，吃完团圆饭还是拿红包啊？对啊。不对，还有其他活动你知道吗？不知
知道？啊，比如说去亲戚朋友家拜年呢。啊，平时也可以去啊。哎，过年的时候不一样，过年呢、啊、去拜年了、啊，拜完年呢就可以拿红包。哦，谢谢你说的。拜年是拜年，不一定要拿红包，好不好？啊。你们去亲戚朋友家，有些事情要注意。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就是不能穿黑白衣服去拜年呢。为什么？黑白就不吉祥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啊，要穿红色衣服。对了，红红的就很吉祥。哦，那我带我的成绩单过去。你带你的成绩单去向朋友拜年了？因为全帽是红色。嗯，对。啊，全部都不及格啊。很吉祥啊。比如说要说吉祥话，要说好听的话，不能说不好听的话。比如说你看到有杯子打破了，你要怎么说？啊，你搞什么鬼哦，这么不小心啊。不能这么说了。你们平时也是这样啊。哎，那是平时，现在你是去朋友家拜年就不能这么说。那要怎么说？你要说哎，岁岁平安。啊，睡觉还要平安啊？不是睡觉的，是打碎的碎。这个打碎的碎啊，和那个岁岁年岁的岁呢，一岁两岁的岁，声音很像，所以呢，岁岁平安就好像是每一年都很平安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什么事都要说好话。对了，我肚子痛，要上厕所。那个叫满地黄金。我头被打到头。头破血流，那叫鸿运当头。啊，我从楼梯上跌下来。那叫一步登天。哦，我被鬼咬了。那叫福气旺旺来。我的手流血了，我要包起来。手流血要包起来，这个我想不到。我知道。啊，